伊那酒那啉落去，伊那那讲一定打电话，总有伊那打电话，我就是一定啉酒离开。喂，杨秀伟，我跟你讲，我有一天一定要跟你死的。我白哥要控诉了，你真正你竟然跳出来讲话就听，我讲哦，伊哦酒那啉落吼，这个不行，就跳起来我双腿上面哦，你看，哎。什么事情一定要做到当下？要求要火车便当哎！最近新闻最大的一条就是杨秀慧竟然跟白云两个人一人出一行，阴阳蒙蔽啦！哎呦，不要乱讲啦！哦，多了多了啦！这样子啊，其实哦，这个哦是有这个起承转合的啦，怎么起承转合？你们两个在一起哦，等于也是。演艺圈出害啦！你要让我，你要知道我的感受。乖，好，你感受。我没有吃这么油的啦。为什么？如果说今天是我们自己讲出来的，或者有人拍到，我们还可以说啊，这个是借位，这个是某一种角度，或怎么样，可能有这些问题不太好。但是你们自己发的 FBIG， 你这还能怪谁呢？他不可能是空穴来风嘛，对不对？夜郎哦，真是就拍球了，喝到底，但喝到底呢？喝到底，啊，一起喝到底了。啊，我老公，你来垦丁，我穿比基尼给你看呐，这样子。哎呦，你来我就穿比基尼啦。这时候在电话里面，我讲，那是在电话。呸！嘿，伊讲呸，啊，一跳起来都交落去安尼啦。我懂了，我就想看嘛。你们就是说他只是口角春风嘛？哎，对对对对对，互相开玩笑，互相开玩笑，对对对，都老朋友啊。哎，都规身躯死了，了，剩一个嘴啊！我讲，伊哦，这就是阮咧啉酒啉到忙，我讲啊，对吼，我这人哦不能食言而肥，我说要穿比基尼给你看嘛，所以我就把衣服撩起来绑起来。也是睡衣。说到做到，给他看，给他看。这件，哇，太辣了吧！这手机，你看嘛，我是穿一个海滩裤跟 T 恤嘛。对啊，我们都洗完澡了。这个房间的后面那个纱窗的后面就是海，两位，哎，这个叫做居家。对居家服，对，是不是居家还是那海滩裤？对，啊，我就跟他讲说，哎，干脆这样子啊。拍完照不抛也可惜，我现在来拍说我们两个在一起了。哦，等一下半个钟头，我们两个再拍一张说喝酒了，安尼啦。我们在一起喝酒了啦。哎，啊，谁知道喝下去就是太嗨了啦，都没见，没见困天更了后，我手机。好，小蛋，困天更，困天更，直接抓到，抓到就两个人先困到顶。丢，他睡他的，我睡我的，因为我喝懵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回到我的房间。你喝懵有回房间？有回房间吗？就在隔壁嘛。后来他就打电话打来。好，我现在立刻快问快答，你立刻回答。好，好，来来来，你的房号几号？我被骗了。不是住自己的房间。抓到了，哪有？来，听听看有网友提问。来，第一题来，我们看一下这边啊，第一条，想问秀慧姐。情定北海岸男主角床上功夫如何？好来，那个没用啦，阿妈都不用回，不能说一好不好啦，好小，哎，好小，你这一句话讲的最诚恳，真的是好小，真的没有用过，真的啦，用过态度不是这样啦，但是啊，但是态度不是，他一直啊，一直在那吹嘘啦，他一直还是一直在那边吹嘘，说他有多厉害，多厉害。我告诉你啦，他这个人哈，他说不要就是要。无情的喇叭声音声响，我改变一个人家。我背景音的啦。我改变。我台币，依然想，依然想，依然想，真紧嘞！啊，所以伊吼，伊讲伊袂介意我啦，吼，伊讲伊绝对袂介意我，但是我咧讲，伊若酒若啉落去，伊若那讲。一定打电话，总有。伊那打电话，我都是一定啉酒离开。喂，杨秀伟，我跟你讲，我有一天一定要跟你死的。我跟你讲真的，我讲真的，不要讲出来。白宇哥，你是喝多少？你到底是喝多少？你就知道我喝有多醉了。而且还是假酒。秀伟姐能得好相处、好人缘，圈内所有人都知道。真的。但是后。人酒了，啉落去就变了另外一个人。有听说
还会骑在白云身上，毛手毛脚。我跟你讲，你真正啦，白哥要控诉了。你真正，你竟然跳出来讲话就听。我讲，伊吼秀来恁来吼，这个不行。都跳起来，我双腿上面咯。哎呦，啊你敢看？啊都讲，都讲抱咧，啊都讲，诶，啊都讲撸啊那个说来说去啊那难怪你喝醉，你会对秀慧姐想来，就是我生气啊，是不是？不是的，啊你看，哎。什么事情一定要做到当下？要求要火车便当哎！哦，这个母汤腰力不好的，你能火车便当吗？因为每次我喝酒哦，我看到他就不是人的相貌，是什么样貌？我看你跟他低啦，啊，是牛啦，跟他告啦，痛痒，但我的坐骑，畜生就坐骑，想要骑上去，嘿，我就想捏捏他的脸，我这样想蹂躏他，这好啊好啊，都好得好啊，哎呦哎呦哎呦，啊，请喝酒哦，都好酒好啊。哎呦，那是打是情骂杀哎！阿爸那爱掉个怕死啊，你知道吗？两位有考虑啊？无归去个到顶去站嘛？对啊，气话嘛！我已经这连考虑都不用考虑了。对啊，为什么？现在我尊敬他，尊敬到很像我的爸爸。有尊敬，哎，尊敬，因为他的面容嘛，你看我大他五岁，他看起来好像我阿公，有没有？哦，你阿你公有他结婚啦，爷爷做恁阿姑的啦，好嘛？这冰淇属于好呆啦。冰冰姐就说，如果说你们俩又到顶结婚的话，他红包要包的比我包来大啊！对，真的，对呀，对呀。我跟你讲，现在话我就摆在这边，所以我要拱那个冰姐那一包，对呀，冰姐那一包一定大包的，抛砖引玉，他又很慷慨，是不是？对，你们两个如果结婚，120万，哇，120万，太大包了吧？哇，摊起来，摊起来，啊，赶快来，要在我面前做一次，我确实。假结婚要确实，欢迎两个男的人哦，哎嘛趣味呢，什么画面？网友提问，下一题。秀慧姐曾经说过，两个人脱光光会笑到天亮哦，会笑到天光。但是事实上，如果只剩下一朵白云，你会认真考虑吗？查甫拢死啊，查甫拢死了了，无半个人。如果都没有的话，剩一个啦，剩一个，剩一尊呐。安尼，我干嘛来录电火条？录个破皮生汤，生汤生汤补啦，我都无。伊讲干嘛去录条录个歹戏？哦，啊，我嘛有我的话讲啊。你讲，你讲，你讲，你讲。有人讲，就讲那。别怕杨秀爱安那怕你知无？钱摕来，钱摕来，你甲看，钱摕好啊！我钱摕，你当作我是你别古董了。我这个古董才古董啊呢，哎呀，五十多年的古董啊呢，所以阮两个吼，仅次于到非常好的闺蜜好朋友。对，啊，你讲进一步的时，其实两个无感觉啦，对啦，无感觉啦，迄个感觉吼，嘿，无多。有达以上了哈，有达以上啦，恋人没有恋人啦。好。